的胸鳍，那它胸鳍胸肌的这个地方就会储存热量，加上它的脂肪很厚，所以它的温度不会丧失。好，所以曼多鱼不是温血鱼哦，哦是下面这个月鱼。好，再问大家，请问曼多鱼快不快？觉得它游得快，请举手。好，这个情况下，觉得它游得慢的，请举手。好，这个情况下一样，一半一半。那我们眼见为凭，来看一下曼多鱼到底游得快不快。这个是在意大利的海域，潜水员遇到一群曼多鱼，所以他说：“我遇到了，我赶快来看一下录影。”那他一开始是游得很悠哉，慢慢的用他的胸鳍的月鳍和背鳍慢慢的在游。可是后来，好像发现潜水员喽。哦，他想说，这个大大的生物想要干什么？所以他呢，就慢慢的越游越远，然后加速，加速，哇！人类追不上了，所以他游得快是游得慢，好，游得快是。